有请主持人唐小哥官方。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二十年开年赛季名师高徒决赛第一场，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金星新一代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要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热心观众来为我们的名师高徒呐喊助威。我们欢迎来自中国驰名商标金一盟生态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大家好。安阳三叉神经医院的朋友们，你们好。调出好味道大桥基金的朋友们，焦作市地丰肥业云通复合肥全国各地经销商朋友们，欢迎所有的热心观众，欢迎大家。我们同样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担任我们决赛的四位评审，欢迎你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名师高徒经过五场晋级赛之后呢，一共有十位名师的高徒冲进了决赛。那在今晚第一场决赛当中，我们将会产生一位金奖和四位最具人气奖。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认识今晚出场的第一组名师高徒。花影上香，他一开始给冠军选的唱段是李胡子的婚事公堂的一段唱段，结果经过排练，冠军有他自己的想法。李胡子这个人物性格呢不好把握，这个戏我一直没演过，也不敢轻易去尝试。冠军一般演的都是娃娃丑，他对李胡子这个人物他怕把握不准。选唱段时我也说过去，考虑到老师拍戏这方面，不想叫老师做太大难。我都给冠军说，你放下包袱，你选的唱段只要你感觉合适，至于老师给你拍戏，我加班加点学。这次我们师徒二人呢要来一个大的突破，大家都瞧好吧。没事，这个主要是个展现平台，就能放平和。好吧，走，好走。好当堂，有相亲时你要仔细地讲啊来，哎，我的大老爷呀，你问坐在茶园，我把纸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一点不留一起往外转。我的家住河南岸多大三天回家转，见两个孩子用声拴，我打开门锁将他们问，才知道我嫂嫂早下不埋怨，手拉着一双儿女八成金，县城堂去探监，叔嫂们将言诉说一遍，倒叫我苍白过了难，丢下了一双儿女无有人管，真对起我哥哥曹宝山，前次后天无忌奈，我一路到的公堂去喊冤，就说功劳是我害，替我嫂嫂做了件，我们说到了洛阳就要问斩，今生今世难姻缘，想不到道理将我问，一肚子苦水倒戈完，我的大老爷呀，
是冤枉。二弟你放胆抬头看，我是你兄长曹宝山，傅老师，您还记得您上一次穿这厚底儿靴是什么时候吗？这个，大概是20年前了。20年没穿这厚底儿靴了。因为行当不一样。这还能适应吗？还行吧。这个为了给管军陪戏，我穿着高靴练了好几天呢。这个特别是这个撮步啊，难度很大，练得我腿都是疼的。刚才你看小苍娃前面唱的时候，其实我或多或少我更多关注老师在后面这个配戏的感觉，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微之处都没有放过，就是老师配的是这么认真，就这一点让我心里觉得暖暖的那种感觉，所以一切那个比赛那种紧张的感觉全都不在了，让我们更多的感到是师徒情深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为什么到了决赛了这徒弟没有选择您的戏？这个卷戏筒啊也是我们曲剧舞台上的一个长演不衰的戏，并且也是丑角。海老师我们两个关系不错，从前呢这个文艺圈里有一种说法叫一个草上拴不住俩脚驴。我给海老师曾经达成过一个默契，就是说是他的徒弟也是我的徒弟，是我的徒弟也是他的徒弟，总而言之都是曲剧的角。我真的感动我们新华老师啊刚才说的这一番话，打破门户之见，打破派别之分，只有这样一种交融，只有这样一种突破，才有可能更有益于我们曲剧的蓬勃发展。说起这个师徒俩的这个缘分呢，前面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讲到了哈，这个由来已久了，这个缘分还有一点大家不知道的，就是也算是一种巧合。胡西华老师当年的开科戏启蒙戏唱的什么呢？花脸，铜锤花脸。对，田冠军在这个舞台上演的这个花脸戏大家也不陌生，两个人都有这样一种花脸的情节。今天大家来值了，花脸戏来两句。那我估计都是50年前的事儿了。50年前的事儿。因为那个学生时期，给我拍的第一个戏是《二进宫》，是徐彦昭。唱两句，我都忘了。来两句。不打不刚越昏黄，明星朗朗出东方。不中了，我这三姑娘不适应了。这怎么听还是李豁子？另外一个我说冠军，这冠军这个演员好啊，朋友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本本分分。你看他唱戏，不娇，不躁。他虽然唱丑，他是唱人物的，他是走内心的。他把小苍娃咱河南这个号儿，刻画了憨态可掬，淋漓尽致。我觉得啊，既有虎派的风采，又继承了海派的朴实。四个字儿，人才难得呀，朋友们。喜欢这一组名师高徒他们的表演的，大家请打分。
胡西华老师的高徒田冠军，观众给出的分数是390分。应该说，管是情绪表演这些方面都不错，都很到位。其实我很紧张啊，我那几句词儿我都跟他脑子里搅过来搅过去。冠名播出的李元春20年开年赛季名师高徒决赛第一场的比赛现场，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金星新一代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这一次到决赛了，俺娘俩商量了一下，还是要拿一段比较精彩的戏。结果我给他选了一段杨门女将，一个她的嗓子比较适合，很宽厚，唱段也很好，扮相也不错，我就给他定了这一段戏。我也考虑到杨门女将巡营这一阵，就是考虑到老师70多岁了，还要给我陪戏，我心里想想真不是滋味。我就说孩子不要紧，为了你能表现得更好，我这个老太太豁出去了。俺老师为了我，为了乐调重新习惯，我一定不让老师失望，为乐调争光，为老师争光。咱一块加油努力啊！好，走。大家说陈静老师威武吗？
谢谢谢谢。师徒二人呢、啊，和这出戏都很有缘分。1977年为凤琴14岁的时候演的第一出戏就是《杨门女将》，演的就是今天陈静老师演的这个杨八姐。怎么也没有想到啊，30-40年之后，在名师高徒中，71岁的恩师为自己配戏，又演了杨八姐。俺陈老师前一段他的青光眼非常严重，才做了这个手术，没有恢复好。这段时间呢，天天给我们弟子，拍戏，拍完戏以后就呀头疼了呀，受不了，回去就输水。70多岁的人了，他还得砸靠赖头，这个头一抱头啊，他这个眼睛就像抱出来一样疼。我说老师啊，我换一段子吧，别叫我唱这一段了。哎，乖乖，咱不能换段子，因为啥嘞？这个段子很适合你。这一次呢，老师给你配个绿叶儿。人家俗话说嘛，红花还得绿叶儿配。老师这个绿叶儿给你配的直愣愣愣的，把你的红花衬得更漂亮、更美丽。反正是不就这回事了，就是疼点、受点罪，只要把恁伺候得劲都中。这个青光眼特别疼，你知道？一使劲一操心，整个头都是疼的。你看老人怎么不难受啊？反正是这个扎靠离这个这是不得法。恁没有病，恁不得法。恁不像恁试试，这身上捆的都是绳子，这有上下一管有120斤。反正我想了，只要死不了，给他豁出去了。特别感动。今天中午的时候给他说，我说陈老师哈，下午不用来那么早，中午多休息一会儿。老人今天下午3点第一个到的演播厅，试服装，走台口，化妆。刚才肖玉老师也说，不行，陈老师把这个头盔松一松，还有一点时间。陈老师说不行，我得先适应适应。我能看出来老师已经难受得不想说话了，但是一直坚持到现在，所以让我们更深刻地明白了什么叫恩师，什么叫做诲人不倦，什么叫做呕心沥血。我们向陈老师致敬。谢谢老师。今天晚上刚才说他的老伴在后台说让老师吃个冰吧，老师说不敢吃不敢吃，我吃了怕吐出来。你不知道这个来头，你不要笑，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朋友，这可不是容易嘞。71岁了，这要是咱娘，你别说你20多斤给他来到头上，你就是给他戴个帽子紧点儿，恁心疼不心疼？所以说我老师多么无私啊。老师身体健康，硬硬朗朗。我得说个最关键的问题，我得给俺那学生拉拉票。我下边给大家打一套八字，我要打得好了，恁大家都给俺那徒弟加分。老师，你大八字的找人配，我给那个周围俺俩他给我加油，我给你配好不好？好，我给你加油。八字工作不是我的强项，那个真的是打八字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另外就是扮上这样大扮，打八字我都没演过这样的戏。我跟你说着，因为你是内行，我一说123过河你都懂的啊，咱就弄一点就大家看看啊。中，咱弄一点哈。啊，来来算钱，走过河，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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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拉过来拉过来，对，123123，哎，对对，大贼荣誉，你刚才上来，你刚才上来呀、啊？干啥呀？你快点儿啊！加分的关键时候，不会啊？不会，你刚才看了没有？周围打八字没有打过吧？我打摆子还行。对了，我看着打摆子还中。打摆子还中？你教我啊？我教你，来吧。听口令。来将报名，小将报姓，你少爷杨宗保，恁奶奶是太君。这还
这还占上便宜了，这还希望能给观众朋友们忽悠忽悠哈，给我们这一对名师高徒多加点分，好不好？好不好？谢谢。喜欢陈静老师和魏凤琴这一对名师高徒表演的现场观众，请做好准备，为他们打分吧。现场观众为魏凤琴打了389分。一直捂着这个胸，应该是很不舒服了。我们先让陈老师先下去休息一下，我们再听张岩老师有什么点评，好吧？来，陈老师，你先行一下休息一下。真的是都真坚持的，这20多年了啊，都是上星了这位。哎呦，我的天哪！你俩可下来了，可下来了。蒙一下，受不真受不了。不扎紧嘛，我害怕靠劲乱动；扎紧嘛，真受不了。感动艺术家，他们的艺术魅力，我觉得感动之余啊，我还得感谢。感谢我们选手的出色的表演，感谢我们的名师啊甘当绿叶，感谢我们梨园春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感谢我们热情的观众给我们戏曲的支持。凤琴啊，把老师所有的爱都化作动力，把咱们乐调旦角艺术发扬光大，有信心吗？有信心，有信心。凤琴加油吧。我得赶快看看俺老师咋样了，俺老师在哪儿呢？在房上呢。陈老师，碍事不碍事？啊，没事了，乖了。啊，都放心吧。好。啊，谢谢。他就拿着了，他不拿着，他我还不烫奖，这回就俺陈老师在动了。哎呀，这回丢人，这个烫奖。不丢人，一到舞台上表演的火了很。决赛需要我和徒弟培训。这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我和俺老师，俺俩演的两个都是曲生，可在舞台上两个曲生这种戏很少。想来想去，为了展示孩子最拿手的唱段，我来给他配个反串。老师提出给我配反串，可我想都没敢想过。从我认识老师到现在，我没见过他演过别的反串。我
大中道来官，谁叫你无军纪是陪裙带，范军令理应当一刀斩还。儿孙命难耐难耐，还念他年纪小，无知少害。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刘中和老师吗？谁见过这样的刘中和老师？刘老师，您给大家交个底儿，您以前真的没有这么办过吗？我是大闺女上轿头一回，我从帝王啊到元帅啊，现在一直这把我贬到下边当老太君了，说是这个。这辈分越来越高了呀！哎呀，真是太难了。他这个难有难呢，他中了眼神、手势啊，从他的动作，一切都得把我原来帝王将相那些东西都得从中去掉。不像这个演这个帝王将相，他感到大气啊，他感到这个非常挥洒自如。这个呢，他得有得拿住一点，他那个手头上，咱这样子，咱花旦这样的，咱一般都这个。这个轻易来，他都不能这样只有点太小气了，这样子不太收丸子，像我这老旦的可以这样子。你这刘老师哈，对，我是刘老师。不是，你看标镜，你看刘老师的标镜还在戏里头呢。我跟你说啊，刘老师扮出来以后还属于一个漂亮老太太，而且你知道吧，我也不好意思，因为扮相很好看，很慈祥，而且呢很端庄。嗯，那个赵老师，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怎么？你看，因为我跟刘老师，我敢跟他说几句，因为他那个是长辈嘛，又是男的，我觉得他是那种闷嗯型的那种，闷嗯型的那种。什么叫闷嗯型？我真听不懂河南话。那对对、嗯，就是那种闷嗯型的那种、啊。然后呢，就是说他。一看是那样的，你知道吧？反正不知道怎么，反正是特别特别可爱，但是也特别特别的，是吧？哈。对。不行，刘老师，我还是不能看你。我就是对这个刘老师今天这个扮相特别印象深刻。一会儿我能跟您照张照片带回去吗？你好吗？好怒才，好吗、啊？你知道为什么吗？您特别像我姥姥。真的，就那个慈祥可爱劲儿，特别像我姥姥。嗯，我也要一张照片。就是这样吗？我要一张照片，贴到俺家，今年我都不卖年花了。人刘老师啊，刘老师状态啊，哎，值得我名师高徒上的所有老师学习。我就觉得，人家刘老师就是来玩儿的，人家来这儿就是说了，我把我徒弟搁这儿一展示。我觉得这种心态，就是这种对戏曲的。这种戏曲人生啊，这种潇洒呀、自如无所谓呀，爷们儿你真棒，爷们儿徒弟也不赖，哎，大家就多打打分儿。好，以后刘中和的剧团到你们家门口演出的时候，咱们高接远送，请他们团多给咱唱大戏，大家说好不好？我佩服刘老师啊，这种大反串、大跨界啊。这个很难得，就充分体现了老师啊对徒弟的一种爱戴，他可以啊屈尊去这种反串，那么这个呢就是甘当绿叶然后衬托红花，所以我真的佩服刘老师，
当然我也为咱们星河这个嗓子所佩服，一张嘴啊，一腔清音，半壁河山，给人以震撼，这个嗓子也难得，谢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了，喜爱这一组名师高徒他们的表演的各位请打分。好，刘忠和老师的高徒刘星和，观众给出的分数是370分。开龙女之国说，老师，这一次我一定唱你的戏参加比赛，就算没有胜出我也绝不后悔。成败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太重要，我就是想演唱一段老师的戏，让大家知道张海龙的确是我们星河的徒弟。我就告诉海龙，你一定要根据你自身的条件拿你最拿手的唱段来唱。20年前老师把演这出戏的机会让给我，没想到20年之后再演这出戏了，老师给我演配角，甘当绿叶，让我心里又说不出来的滋味。这出戏对海龙阿兰来说都不陌生，但是合作演出还是第一次。唱，我和海龙说，不管是演谁的戏，都是演了咱河南的戏。我就听老师的，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到最高。老师别紧张，那是咱100%的演，好好演。好，走。可是向你请教来了。咦，啥请啥教啊，别客气，请说了。我想叫你教教我那个西厢小段。西厢小段啊，月亮多星星长，长月亮多星星长，秋风瑟瑟庭院凉，秋风瑟瑟庭院凉，盈盈啊，盈盈啊，数日里我昼夜都把你想，说日里我昼夜听不够味儿。那可不是，唱不好。木桥，哎，这样突出俩字儿哦，这样唱唱。数日里我昼夜可是都把你来想，数日里我昼夜可是都把你来想，哎呦，我习惯中尾这么多年了，我想爱他那俩字我就是说不出来，你看看我。君儿弟，到这个火候了，这俩字我这个时候能不能喊出来？这会儿你搁这发啥腻呢、啊？你赶紧快抓紧点啊！好，姐妹子，我喊不出来，你跟这个不许样，快点儿！爹，姐妹子，爹，我来，你真到这儿拉线来了？我这会，我非把你这破玩意儿给砸了不中，生怕你给我背住，到处丢人。啊？你说啥？哎，我找大哥，找大哥，爹，找大哥，好。你要砸我的弦子，
你咋咋试试，你咋咋试试，咋吧？我子你。离开他我心中无着落，扇子能解我愁何忧，扇子能送心可冷，今天妈妈来敲锣，不折不扔扔在火，我还要去把扇子拉，办门大事大事不说，该大锁就大锁，带个棒吧吃成果，剩下的日子属于我，太太大熟悉了吧？代表作从1998年开始演到现在，快20年了，早都已经倒背如流了。但是，和王希林老师搭档演这个《黄昏恋》，第一回吧？是第一次。什么感觉呀？非常的高兴，以前都是我们给老师那个配戏演出，没想到将近20年了，老师又给我配戏。非常的高兴，唱一句吧，高兴的心情。我心里好似那个扇子扇呐，嗯啊，哎呀，嗯呐，嘿呀嗨呐，嘿呀嗨呐呀嗨，哎哎哎哎哎。海龙啊，参加这次比赛一直在说，他和别的那个高徒来参加比赛的心情还不太一样，他又一直强调说，我就是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告诉大家我是王希林的弟子啊。而且那个在我们的晋级赛阶段呢，就是赵岩老师做的主理司仪，就是在这样的舞台上，其他三位评审做的见证嘉宾，我们这个年近五旬的张海龙给王老师行了叩拜大礼。哎呀，当时那个海龙和老师都流下了热泪，那个情形啊，我们现在都至今都记忆犹新，观众都特别的感动。为什么要那么强调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您是王老师的弟子？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11岁参加县剧团的一个基层剧团，20多岁的时候正式演好戏的时候，我们剧团解散了，没工作了，没有经济来源了，屋漏偏于连阴雨，接踵而来的就是我的婚姻的失败。在那种困惑的那种环境中啊，我自己啊感觉到就没脸见人，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自己是个大老爷们儿再去争口气，我干了2年多的业余剧团，人生得低谷，遇见了王希林老师。我记忆犹新的是1991年4月7号，我来郑州的那一天，是在我们县文化局的一个会计那儿借了100块钱，坐车来到郑州找王老师，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的命运和事业的道路。啊，好戏有机会演上了，大奖有机会拿了，知名度提高了，钱包鼓了。我第一想到的就是一个人，我的恩师王希林老师。哎呀，
谢谢王老师，王老师那个又眼睛又湿润了。哎呀，我非常感动。海龙这个孩子是个德艺双馨的好演员，他平常的木讷寡言，他不爱说话，平常很少见的说话，他把心思都用到自己的学习上、练功上、练唱上，他就没有玩过，成天就是看书、学习、练功。这一次呢，我也给海龙说，咱们不一定非得要行拜师大礼啊，你就是我的学生，我从心眼里承认你就是我的学生。可是海龙呢，他老说，我永远忘不了老师的恩情，就是这个师恩，我一定要报，我一定要给你叩头。一个是知恩图报的好徒弟，一个是爱徒如子的好老师。其实真的在我们这一季名师高徒的舞台上，我们总是会被师徒之间这样的对话、师徒之间这样的情形感动着、鼓舞着。对对对，真的和平常的表演不一样，我们在这季节目中看到了很多我们在以往看不到的演员和老师的另一面。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们精湛的艺术，我们更感受到了一种珍贵的品格，我们感受到了写在老师和弟子心中那个大写的人字。我们向名师高徒鼓掌，向你们学习。老师对徒弟啊，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根本不求他们回报，只要他们好，我比啥都高兴。还是感动，还是感动。感动之余啊，还有羡慕，羡慕你们啊情感真切的师徒关系，羡慕你们啊有这么好的一个艺术的传承。你的老师还在，我的老师不在了，马季老师不在了，但是我相信我马季老师在的时候，我们师徒间也是这么情感真切。真正的祝愿你们艺术上更加迅拔的成长，祝愿你们生活上、感情上更加温馨甜美。谢谢你们，谢谢老师，谢谢。海龙已经是功成名就了，但是我觉得他把老师昨天对他的恩赐，那是一点好导师都忘不了。你说咱文艺界梨园界传承了啥？传承的是德，所以说海龙哥，你给老师那三叩首，我对你高看16分。老子儿子贤这出戏啊，王老师和海龙都特别有感情，因为当年就是王麒麟老师把这个演出的机会让给了海龙，海龙凭着这个戏拿了无数的大奖。这出戏呢也很有教育意义，他就教育我们年轻人如何感恩老人，怎么样才是孝敬老人，是吧？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也掌声欢迎四位评审行动一下，哎，为我们这对名师高徒拉拉票好不好？这个范局儿，这个胖子啊跟这个瘦子就是我的两个儿子。咦，这一上来你就抢个这句儿啊，不是，你看你这不是，这俩儿好啊，现在生活富裕了，生活提高了，吃喝住行全改善了。你看新房子都弄了，兄弟，前两天刚买了一个车。行了，赵老师，结果我们知道了。你是爹，我们是儿子，我们一个一个北京那个人，一个不是，你们得孝顺啊！你看俩可亲，你放心，肯定不会像他刚才那样，是不是？俺觉得儿太不孝。反正我也不好弹弦子，我也不会唱。我明白，不是就孝顺吗？但是俩儿子，那你就是哥，我就是弟，对，好吧，来吧，兄弟啊，哥呀，这个你看咱爹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啊，是，你看在家里呢，这一天比一天更寂寞了，哎呀，寂寞了，咱爹给屋里胡言乱语了，是啊，啥叫自己说话是有点自闭症了，哎呀，他不会出啥事儿吧？不是，我看包袱戏，听说自闭症。他看见那楼高的，他往底下跳啊！哎呦，千万可别呀！那咱俩给上点这，真的叫咱爹开心。爹，你先迈坑。爹，迈坑。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对，百孝顺为先。对，你看您老这个吃得好，睡得好，哎，对。但是我觉得你这啊，
还有太寂寞呀。爹，说到家了，我觉得你生活不充实啊。就是这样，我给你找个女朋友吧。这啊，找个女朋友。别别别，要介绍女朋友啊，得我给你介绍。哎不，哥，不我知道你的兴趣，你得让我先介绍。我就是，那那我跟你说，我介绍这个女朋友很漂亮啊，耶，长得像那个小香芋一样。别别别啊！俺哥给北京那有名的大喷户哦，你别听他给你瞎喷。那我给你介绍这女朋友比咱俩强多了。你介绍谁？小香芋看着多老啊，是不是？是。我给你介绍这个，长得可得劲。谁呀？长得可像胖小哥。别别别别！你也更虎逼，你的岁数太年轻了，不适合你。我跟你说，我给你介绍这个女朋友啊，她不光是这个漂亮啊，而且她能伺候你啊，给你做吃的，给你做喝的，哎，她还能。别别别！这点事儿保姆都干了。啊，就是。我给你介绍这个女朋友是全方位的。咋了？能给你带来很多娱乐。啥娱乐啊？比方说，给你打个麻将。哦，推个排球，不玩个拖拉机，上个网，我介绍这个不光能够干活，还能按摩。嗯，你每天给你按摩呀？哦，给你推背，放松放松。我给你介绍这个会推拿。哎，你哪儿不带劲？使到你那儿了？不对，我说给你介绍，你来正好，你来，你给评评理啊！你说我们哥俩给俺爹介绍个老伴儿，你说中不中？介绍咋样？嗯。你说说，你说中不中？不中，不中，为啥呀？为啥不中啊？那娘我也没有死了，那你拉你俩倒吧。王老师，那个海龙是个好徒弟啊，知恩图报，要打分了啊！今天怎么样？咱们也拉拉票，表达一下。好，这个我心里非常激动啊！我以小生的姿态给大家巡个礼。各位朋友，请支持支持咱的张海龙，小生这腔有力量。哎呀，王老师都给大家有礼了，那就看看大家到底喜欢不喜欢张海龙和他老师的这段表演。好，请大家做好准备，齐打分。王希林、张海龙这对名师高徒打了421分。人家知道我是你的徒弟，我已经知足了。把最好的那状态已经展示给你。今天表演我觉得不错，整体发挥情绪非常饱满。谢谢。祝贺海龙。这次总决赛选长短真是跟娘俩难为欢。我老师把他所有的代表剧目全找了一遍，就是想找一段能够充分发挥我的特长的这么一个长段。马蹄状、金砖、白石砖、红轴，终于定下来了。虽然不长，难度很大。这个戏我从来没有演过，而且需要扎大靠，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一次吧，得让我给徒弟拍戏，这回拍这个戏啊。我一辈子都没演过这么久，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真没有想到我老师为了我能去演这个角色。为了这次给俺徒弟拍戏，我这次甘当绿叶儿，豁出去了。老师为我付出这么多，我觉得我唯一能报答老师的就是把这段戏唱好。你唱给我。好，嗯，报得动。Thank you.
一样，眼都看直了啊！这是我们豫剧第一闺门旦胡老师吗？哎，说句实在话，今天就是演出前呢，我和胡老师在演播厅面对面，我就愣没认出胡老师来。哎呀，您这扮上马童也是英姿飒爽啊！我这是大姑娘作嫁，我是头一回。哎呀，这老师为了弟子这种苦心呐、啊，第一次演马童，我先问问胡老师什么感受啊？这我得感谢我的徒弟啊，要不是他演我的穆桂英，我咋会给他牵马了？这一辈子我演穆桂英都是别人给我牵马，我上马。这今天呢，我这一辈子唱了50多年戏了，这七十了来个突破，上个马童。哎呀，还得谢谢弟子，还实现了人生重大的突破。这应该说感谢是我，我没想到霍老师为了我能这样去做，然后平常真的是霍老师根本就没有这样过。袁娜应该也是第一次演穆桂英这样的角色，今天这身行头我也似曾相识哦。这身行头从头到脚全都是霍老师的。压箱底儿的东西特别宝贝，我穿上之后我觉得特别有力量。是这个，好像老师一直在给自己鼓劲儿一样。对对对。啊，其实袁娜参加这次比赛也很不容易，是吧，霍老师？袁娜她妈是得了癌症，也可以说是已经化疗了10个疗程了哈、啊。袁娜她哥哥在新疆，她一个人在这儿，从来没有影响过团内的工作和演出。他为了参加这个穆桂英这一折戏，他趁他妈化疗他妈睡着的时候，他就在走廊里练。说我在医院呢，我去看他，看他妈，俺两个在那个连衣上，我给他哼了这段戏。袁娜，现在妈妈的情况怎么样了？还好吧。多么坚强的女儿啊，愿意笑着去面对这样的困难。这两天和妈妈有没有通过电话？我妈就是一直坚持的，就是在我有重大比赛还有重大演出的时候，头两天她是不会给我打电话的。为什么？因为她怕分心嘛。她给我打电话，她说我给你打电话，我肯定是要跟你说加油啊，然后心态放好啊，怎么着，这些你都明白，所以我也没必要去说，我要说的话肯定会给你增加压力，会让你分心。所以我妈就说你比赛完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报信就行了，所以她就比赛前两天就不会给我打电话。妈妈有没有看你在初赛阶段的表现？有啊，我妈在电视上看到之后给我打电话，就是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看够。我妈说我没有看够，我觉得唱得太快了，一转眼就没了。其实挺遗憾的，就是我所有的比赛，历来的比赛啊，我妈根本就没有到现场去看过。第一是我妈怕我紧张，第二是身体不太允许，她熬不了那么长时间，所以就是在电视上还有等着我的电话，等着我报信儿，就这样。你看袁娜一直在笑，但是眼里一直在滚着泪珠，她忍着不想让她掉下来。真的，我就觉得哈，名师高徒的舞台让我们看到弟子不仅继承了老师的艺术，还继承了老师的品格。我们能够理解啊，小小的袁娜妈妈的这种身体状况，还要不耽误工作，还要来兼顾我们的比赛，她承受的那种压力我们可想而知。我们说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到底这个困难是拦路虎还是纸老虎，全看自己的态度。我们看到了袁娜20多岁，但她身上就有胡老师那种内心很大的一个精神的小宇宙。有了这样一个强大的精神的小宇宙，就让我们对袁娜未来的艺术道路充满了一种美好的憧憬和祝福。我们把掌声送给袁娜，祝福她，也祝福她的妈妈会能够好一些，再好一些。这么大的腕儿，这么大的角儿，这么高的，这么大的台柱子给你跨到，真是要体谅老师对你艺术上的一片真情，对于你艺术上的一种寄托，体谅好。
希望你在艺术上尽快的成长。胡老师今天上马童，我是一种享受。我从小长这么大，我觉得你是最漂亮的马童，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你除了扮相漂亮，因为你的心里美，所以你这个马童是最伟大的一个马童。你今天演出成功，我祝贺你啊，胡老师。真的特别难为你，因为你从来没有这样过，而且我看你直工直令的几下漂亮啊，太漂亮了，真的是太爱你了，胡老师。所以我还是说那句话，我觉得今天啊，这五位高徒的比赛啊，我觉得不是一场比赛了，就是一个 party。真的，不管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不管谁赢，我觉得都赢了，五位都赢了。什么赢了？五对名师高徒对我们戏曲艺术这种执着的精神赢了，我们这种尊师重道的德行赢了，我们这种师徒情深的感情赢了。赢了什么了？赢得的是我们观众的一片人心。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现场的观众为袁娜打分了。怎么样，咱们请着英俊的马童再给穆桂英拉拉票。我为弟子来牵马，请观众同志们打分吧。好，老师为弟子牵马，请观众为弟子打分吧。现场观众为胡美玲的高徒袁娜打了397分。今天唱多好啊！今天唱的非常是啊，今天我后边腿都抖了呀，是不是？好的。还要感谢现场所有热心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大家了，抽取现场幸运观众，我们一起看大屏幕。3、2、1停。11排27号的朋友，祝贺您。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20年开年赛季名师高徒决赛第一场的比赛现场，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金星新一代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五组名师高徒刚才已经在舞台上展示完毕，现在我们再一次欢迎五组名师高徒回到舞台上来，欢迎他们，掌声欢迎他们，再一次热情的掌声送给五组名师高徒。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要产生名师高徒第二赛季决赛第一场的一名金奖和4名最具人气奖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观众打分之后这五组名师高徒的排名。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张海龙421分，袁娜排在第二位397分，田冠军第三位390分。接下来到我们四位评委投票的时间了。四位评审经过合议，根据名师高徒在这一场比赛中的表现，可以把3个分值80分、90分和100分分配给3位名师的高徒。究竟评审团会怎样分配3个分值？我们拭目以待吧。四位评委的热情讨论，80分，田冠军；90分，袁娜；100分，张海龙。张海龙521分成为了本场的最高分。
恭喜张海龙成为名师高徒第二赛季决赛第一场的金奖。祝贺张海龙，祝贺王麒麟老师，当然我们也要祝贺其他四组名师高徒。其他四位名师的高徒也获得了本赛季的最具人气奖。亲爱的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关注名师高徒决赛的第二场。今天这个决赛啊，我这一辈子都没演过，下一次那个决赛了我还是没演过，等着看好吧。这一次啊，说实话我是护着我的老命了，打个大 call， 我的天哪，二十多年没打，可是下一回呢我保证还会打好这个名儿。这次演的是出装的当官的，如果下一次还是演的当官的，出过这个现在的当官，你看看咋样吧。我的随着的没想到我李永和能演个老太太演反派，到下一期吧再给你们来个惊喜。我这一次给他配的是说书艺人周金梅，一个老太太，下一次我想有更大的突破。